先生，一切均已备好，只等先生寄封。 准备封起发兵，甚好。子敬，先生还有何事？啊，三日后即可相见。先生神态为何如此啊？ 此番过江，幸亏有子敬兄相助，促成孙刘联盟。两既番有难，一依仗子敬解救，两感激不尽。哎，联合破曹乃两家共同大事，先生此言岂不见外？兵将调遣，需早做安排，切勿疏忽。 庄严，法令如山。手谈将士，不许擅离方位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矢口乱言，不许大惊小怪，不许心生杂念。违令者，斩！ 孔明先生已在七星坛祭封，请大都督登台点将发兵。子敬，天行有常。 隆冬之际，而起东南风，我心里实在有些担心。孔明辽谈祭封极有法度，想来不虚。
再等布防。哎哎，快点！黄老将军，黄盖在。老将军，放伤可曾痊愈？准备如何？放伤已不妨事。 我已按大都督吩咐，准备火船20只。大都督，请看，请。大都督，你看，船头密布特制大钉，船内装载芦苇、干柴，并浇灌清油，油上撒硫磺、硝焰等引火之物。 每船都用青布油单遮盖，并按与曹方约定之标记，在船头插了青龙牙旗，船尾各系一条快船，只等大都督号令。嗯，好，甚好。甘宁、阚泽在，二位。 和蔡中、蔡和等水寨兵将务必守在水寨，汉寨兵将不许登舟。蔡氏兄弟，我自有用处。尔等记住，此地方不可让蔡氏兄弟及降卒进入。是，是。 船只离寨85里停泊，只等大都督下令。知道了，走，上点将台。 将士，收拾船只、军器、帆橹等物，整装待命。号令一出，不得为误，违者必斩。
我住个两界，不到东风，岂不坏了大事啊？再无多言。是。大都督，请用膳。汝等先用吧。 大都督，请用膳。哎，先去吧。 诸葛亮好荒唐，隆冬之际哪里会有什么东南风？岂非捉弄我东吴几万大军？哎，军旅大事，诸葛亮岂敢谬谈？可再稍等片刻。哼！啊！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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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分水汉两路，直奔南平山七星台，见诸葛亮修问长短，立即抬手，将首级拿来请功。是，不可不可！令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行，快快随我点将发令，走！哎呀，大都督。
周都督必不容我，定来加害。欲先叫赵子龙前来接应，将军不必追赶了。后会有期。 我乃常山赵子龙，奉命特来迎接军师。尔等为何追赶？本应一箭射杀，又恐伤了两家和气。只叫尔等知道我的武艺。